曾明忠，我也跟曾明忠讲过，说我要辞职，他也不让我辞，我给他见见来提出，拜托注意，哎，尤其是破除期哈，我感觉讲，我感觉讲，对于侯市长的拍摄哈，我再一次跟侯市长跟朱主席道歉哈。啊，第二件事情，我想我要跟那个亮宇，还有跟市长跟吴市长哈，破除期要有挑，其实他们真的很认真的哈。家己船，比选市长较是一步一步行，办活动开钱出力，但是成果无好。这想法是因为我的关系，所以我也要跟市长、跟市长、跟亮宇道歉哦。包主席吼，我从五月份就跟主委辞过了啦，我要把诸位席位注意啦吼。啊，刚刚我们也在讲到嘉义县的布局，尤其是后届咱县长的选举，咱来提早布局。尤其是的话，我嘛爱提早来做服务，所以我要跟主席，我会告进啦吼。中间还有曾明忠，我也跟曾明忠讲过，说我要辞职，他也不让我辞，我给他见见来提出，拜托诸位，诸位时间啦吼，拜托。啊，东西我们也赶快做一个布局。国民党一定要走内造化，也就是由我们的公职人员来兼任我们地方的主管。那我们当然非常谢谢原任的吴同军委员，那在嘉义呢，我会请回来请我们的不分区立委直接来兼任我们的地方的主委，很快的在过年后就完成这相关的一个安排。